35岁的他还不想让球队就这么轻易倒下，34岁的他刚刚开启新的生涯，34岁的他还在适应新的球队和变化，34岁的他还希望自己有球可打，33岁的他现在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打法，37岁的他还有机会为梦再搏一把，38岁的他已然跻身伟大，但并未停下。但他们真的都老了，不会再有下一个10年了，可能就几年的光景，甚至更快。等他们退役了，你们还看谁打球啊？